大家好，我是博恒君。此前博恒君介绍过如何通过网页、安卓和苹果客户端观看 TikTok， 是不是超级简单？但是似乎网页版最近修改了规则，导致无法连续刷了，所以可以换一种方式。之前想要在电脑刷抖音或者 TikTok， 一般是用安卓模拟器运行抖音或者 TikTok 来刷短视频，当然不是不可以，不过比较复杂。该插件可以在 Chrome 扩展市场上直接搜索 TikTok， 进入页面点击安装，它就会出现在浏览器的右上方，点击该插件的图标运行，就可以顺畅的刷 TikTok。 不过对于中国大陆用户就需要注意了，因为 TikTok 拒绝中国大陆用户访问，会无法看到视频，所以需要在电脑上搭载科学上网工具，将代理模式设置为全局即可访问，简单来说就是用 VPN 更换 IP。 而如果切换到美国，那么就看到的是美国的 TikTok， 如果是切换到日本，那么就是看到日本的 TikTok。 再来说一下如何下载，只需要在谷歌搜索关键词 TikTok Video Download， 一般第一个结果就是，然后前往 TikTok 选择分享视频，此时就会获得网址，将视频地址粘贴到下载网站，点击下载就可以了，速度还是挺快的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如果你在中国大陆想使用 TikTok， 可以参看之前博恒君分享的那一期视频。好的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